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大家节日好。今晚我们将在这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全世界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的盛况。今晚的北京以庄严秀美的气度迎候着全世界的瞩目，今晚的北京以流光溢彩的容颜迎候着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祝愿。今晚我们要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五星红旗的故事，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在中国大地上烈烈飘扬70年，颜色愈发鲜艳，姿态愈发昂扬。今晚我们要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新中国的故事，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这个伟大的国度不断迎接挑战，前赴后继，用70年的艰苦跋涉、不懈奋斗，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今晚我们要在这里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民的故事，英雄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舍生取义，无畏牺牲，热血的中国人民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艰苦创业、忘我奉献，奋进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斗拼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一往无前。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中国人民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为梦前行，为梦拼搏，为理想耕种，盼幸福获得。这么美好的一天并不遥远，这么美好的一天正在此刻。此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将与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各行业的数万群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海内外同胞，共庆佳节，共同联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现在开始。70根烟花柱从长安街的两头向天安门广场汇集，这是从过去向现在的汇集，这是自此刻向未来的致意。70年风雨征程，70年砥砺奋进，终于迎来此刻举国的庆贺。多少奋斗，多少跋涉，多少感慨，多少收获，多少深情，多少喜乐凝结在此刻，想要大声说我爱你中国。是闪耀在中国大地上最夺目的颜色，我们不会忘记是多少英雄的中华儿女用鲜血将它染红，我们不会忘记是多少英雄的中华儿女用生命将它扛起。这鲜艳的红色在祖国的山河大地漫卷，每一寸土地都庄严而温暖。这鲜艳的红色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蔓延，每一声心跳都是自豪的礼赞。我在冰冻严寒的雪山之巅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你鲜艳的红色就是我心中风雪不侵的温暖。我在孤寂无人的海岛每天把你升起，你鲜艳的红色在汪洋之中标注着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方寸土地。
让神舟飞船漫步太空，深邃浩瀚的星宇被你的红色点燃，几代人奋斗不止，接续不断，让梦想与祖国的距离不再遥远。英雄的中华民族历经炮火硝烟、浴血奋战，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赢得世人的刮目相看，捍卫五星红旗的鲜艳。英雄的中华民族历经开拓奋进、创新挑战，书写中国传奇，彰显中国力量。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处多远的地方，都会向着五星红旗的方向深情豪迈地放声歌唱。
是幸福的家园，有56个民族的儿女，有多姿多彩的山河，每一个中国的孩子擂响欢鼓，唱起歌，鼓声激越，万众欢腾。这擂响的鼓声是70载耕耘收获迸发的激情，这澎湃的呐喊是中华儿女血脉里传承不衰的丰盛。Yeah.
丽的璀璨烟花，随着圆舞曲的节奏轻盈跃动，携手起舞的联欢群众，在灿如白昼的天安门广场，释放心底无与伦比的快乐。我亲爱的祖国，曾经历尽沧桑，而今再细细看你，依然是青春的模样。我亲爱的祖国，此刻礼花绽放，这恰如你的绚丽蓬勃，光芒万丈。脚步丈量大地，才能听到最嘹亮的回响。新中国用70年时间顽强探索，坚定不移，走出了专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这条路凝结着多少中国智慧与中国勇气，这条路见证了多少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荆棘遍布，陡峭巍峨的崇山峻岭不会忘记，有一群勇敢开拓的中国人，开山路，架桥梁，铺铁轨，通天图，让祖国每一个偏远闭塞的角落都能看到光与希望。
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大漠戈壁不会忘记，有一群勇敢开拓的中国人，勤耕耘，甘奉献，舍青春换绿洲，让祖国的每一寸干涸之地都滋养出绿悠悠金灿灿的美满丰裕。深海不会忘记，有一群勇敢开拓的中国人，集智慧，聚勇气，伶仃洋千百年的叹息换作天堑变通途的奇迹，让中国有了当今世界输的民族底气。大歌中留下，青山两岸移，民族复兴的航路已经打通，我们脚下的光荣与梦想之路，每一步向前的征程，都注定通向胜利。喜悦的中国，山笑水笑人欢笑，天南地北欢聚此刻，自豪的中国，龙腾虎跃贺今宵。是笑人欢笑。
这是
Oh,
这是一幅充满诗意的图景，清风中的云朵化作滴滴春雨甘露，洒落在广袤的沃野，润泽了希望的幼苗破土而出，开枝散叶，茁壮成长。那一抹青青的幼苗就这样日复一日长成了大树参天。人民不会忘记，41年前的一声惊雷，唤醒了新中国又一个崭新的春天。新中国奋斗的故事，滚滚向前、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新篇。改革开放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神州大地。在希望的田野上，每一个中国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越来越好的家园。这是个特别幸福的时代，这是个梦想盛放的时代，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放飞梦想。一只巨大的蝴蝶风筝在小女孩手中放飞，我们向蓝天仰望，我们向未来眺望，看梦想最美的模样，扛起未来的担当。在中国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中，播撒下梦想的种子，一代又一代执着的中国人心手相牵，薪火相传，把梦想放飞至云端之上，看梦想花开在盛世新天。
此刻在烟花树上缤纷绽放的是一幅幅充满童趣的幸福家园图景，这是我们最甜美的家园，有最勤劳的兄弟姐妹，我们携手同心，耕耘共进，收获同享，幸福同享。彩色的风车，旋转的光轮，展现出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多彩的日子，沸腾的生活，激情的舞动，活力的奔跑，彰显着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风逐梦的时代风貌。享受着天籁，每一种
个写满故事的时代，回望七十年雄浑壮阔的奋斗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而今，中华民族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此刻，我们有理由欢舞庆贺，此刻，我们有自信邀约未来。正是因为有梦想，七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才会有那么多前赴后继的英雄人民，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有梦想，七十年来这片土地上才会有那么多不舍奋斗的英雄人民，为了新中国的发展敢实践勇开拓。正是因为有梦想，七十年征程新起点，这片土地上才会有那么多敢于担当的英雄人民，喜悦在集结，激越又出发，跋涉不停歇，盛世见繁花。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始终把人民二字深深镌刻在新中国的名字上，为亿万人民谋幸福是他70年壮阔交响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这个国家之所以值得热爱，是因为不论征程多坎坷，征途多漫长，始终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把人民的思量牢牢放在心上，不忘初心，继续奋斗，搭载着14亿中国人民的时代巨轮，向着中国梦的方向豪迈又出征，扬帆在远航。气宇振翅的白鸽自由翱翔在天安门广场，这是对祖国繁荣发展最圣洁的祝愿，这是对世界和平安宁最由衷的期盼。开放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愿做全世界的朋友，愿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最勇敢的担当。此刻，一羽白鸽幻化成一个经纬交错的地球，一带一路的智慧与情谊，牵起历史与未来的连通，构建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美好图景。邀全世界一同携手，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未来，是新中国对共同发展的不懈努力，是中华儿女对世界和平的深情告白。
族，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依次唱响，这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深情的歌。此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用手语向祖国表达着心中的热爱，虽无声，但意浓。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最炽热的深情。人民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的时代新征始终不变的初心。此刻，光耀中华。
上祥瑞的孔雀开屏，寄托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未来的吉祥期盼。此刻福佑祖国，广场上空姹紫嫣红，万花烂漫，表达着中华儿女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今晚千歌万曲汇成一种表达，歌唱祖国。今夜千山万水回荡着一个声音，人民万岁。展望未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
各位朋友，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全世界的中华儿女，让我们再次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灿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就为您转播到这里，祝各位晚安。